大家好，我是 Casper 加士伯耶耶耶，欢迎大家收睇《玩具日记》。咁啊，今次嚟讲咧，我想介绍啲超限量，超罕有嘅嘢俾大家睇。咁啊，就走咗去抽呢个 Pop Mart 嘅世界之鱼啦。咁啊 ，Chino Name Workshop 嘅一个嘅盲抽啦，冇错。咁啊，一共咧系有12款嘅。咁我都好彩地系抽到一个超级限量版，即系应该系 One Off 嚟。咁呢隻 One Off 咧，究竟系啲咩咧？大家睇到其实都好似好特别咯，但其实系呢隻油金鱼嚟嘅，油金鱼见到啦，咁都好似冇乜特别啫。但系好戏在后头嘅系3、2、1，叮叮，俾几秒时间大家去睇一睇，究竟呢一只嘢有啲咩嘢特别？嗱，唔系呢度三间啦，佢本身系有三间噶，系啦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好啦，冇错，就系冇咗只剧噶。哇，更加正嘅嘢系咩咧？大家听一听，听唔听到？相信大家都听到啦。只剧我谂应该系隐藏咗喺呢度入边，但系其实我系拆唔开嘅。点搞？冇理由 QC 会咁嘅，系咪？我应该睇下攞翻去间铺头度，睇下可唔可以换咗佢啦。因为我自己嚟讲，我冇可能自己拆咗对剧出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我谂佢呢个剧系唔知啊，真系唔知咩原因。因为我抄过晒啲袋咧，即系佢呢啲盲袋嘅。咁我抄过晒，我以为系跌咗喺啲袋入边啦。咁原来就唔见有喎。咁啊，呢个真系超级限量嘅 one of。Yeah, 多謝大家收睇《玩具日记》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记得做齐三部曲。第一部曲就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太久没说忘了。第一部曲就要 like 我的影片，第二部曲就要 share 给大家知道我又抽中了一只 One Off 啦。第二三部曲就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 Casper， 声音导航加士伯。佢有個榫位啊，應該係黐膠水咁樣黐住佢，咁同埋佢呢啲都其實喐唔到啊，係啊，咁就係咯，唔係只劇真喺入邊啊，黐線嘅，有聲嘅喎，呢啲其他冇聲嘅喎啦，你戳佢咧冇聲，有聲，好啦，拜拜。